继续的往上迈进，往前冲。好的。的部分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好，来看一下哦，这边。你好，谁哦？欢迎珍珠一皮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珍珠幻蓝小熊。恭喜终于回台湾了，那现在心情觉得怎么样？回到家的感觉真的是很有安全感，而且回来之后就是陆续比较有休息的时间，所以身体也就是能够比较放松。我有吃臭豆腐了，你吃了臭豆腐？我在韩国想很久了，终于吃到了。卤的还是炸的？炸的。炸的。你是可以吃的吗？他可以吃，他找不到。而且我是冒着台风出去买的。我是这样。彩珍，你还是零食照吃吗？对，我还是照吃。没有，他我现在有皮肤管理，所以还是你是不是长一颗痘？你是不是长一颗痘？还是对，还是你啊，我今天早上还一个化妆姐姐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脸上长一颗大痘痘。”不准再吃零食。对不起，我不会再吃零食了。那因为就是开始打歌舞台的时候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慢慢被看见了，彼此会去较量，像说就是谁的人气比较高之类的吗？较量吗？是不会的。我觉得不算是较量，像是说，因为 Nico 是直拍大王，我觉得他就是他超级多直拍，而且他直拍的观看数是超级多那种，所以有时候看到 Nico 的直拍观看数就哦很强哎，就觉得很赞，然后看到他有时候就是怎么说？就是比我们强，所以就觉得哦，感觉好像 Nico 很厉害哦，这种感觉。而且我们都会看各自的直拍，然后去吸收每个人的优点。对，直拍秘诀吗？就是妈妈我觉得在背镜头，我觉得背镜头就是背镜头，对，那个对镜头的那个机位，对，机位要比较可能清楚一点，因为有时候可能上台太兴奋会慌掉，就是想办法让自己静下来，就是对那个机位，不要就是好像没有看镜头的感觉，对。OK， 十个表情，好，十个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哇！就是有一次在修圈片的后台，然后在厕所的时候，我在刷牙，然后刚好一进门的时候就看到 Amix 的贝前辈，然后那时候我是跟他打完招呼之后，我就还没有反应过来是贝前辈，然后我就超级紧张，我就一直低下头在刷牙，因为我真的很害羞，因为我就是很喜欢 Amix 前辈，然后就是可以在这个地方遇到就觉得很幸福，然后我就赶快刷了牙之后就赶快逃跑了，因为真的很害羞。你们像就是跟子瑜是同期打的，有看，其实我因为我一直都是万死，就是我是铁粉的那种等级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听说哦子瑜就是前辈会跟我们遇到，有可能会遇到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很期待很兴奋，结果真的就是我们在后台的时候就是打到招呼，然后就觉得哦值得了，有种梦想成真的感觉。对，那他有跟你们说什么吗？其实就是打招呼，因为子瑜前面也是在忙，他好像在拍东西吧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也不好意思打扰他，就你好 CEO 这样子，就这样，所以是讲韩文，没有讲中文。哦，没有，讲中文吓到大家，会吓到人家。